嗨，各位，又是我呀！今天依旧是家常菜系列，我炒了两个菜，一个是这个番茄炒鸡蛋，是我最喜欢的菜品之一的；一个是这个梅菜扣肉，然后自己还单独点了个小串儿，实在是太想吃串儿了，没办法的，小买一点。话不多说，开吃！依旧是我最喜欢吃的盖饭，饭还是要盖着才香。拌一拌，先来一个。这味道真的好吃，再搞块肉。看上就入，真的很好吃这个。我看这个拌饭啥子味道，哇，好香！